共研孚监管者调整前后对比，蜘蛛优化了结网时的蛛网释放逻辑，然后是经过蛛网获得的移动速度加成时长增加至3秒。鹿头这边，仇恨重压生效范围减小25%，大概估测半径是从6.4米下调至5.3米，然后削弱了落地重压的效果，移速从降低13%下调至10%。板窗交互速度则是从20%下调至8%。效果叠加次数从3次调整成2次。歌剧演员这边，采板所需时间从2.72秒上调至2.92秒。其次是二阶的残影存在时间从11秒调整至10秒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